到了我们今天的演出最高潮了，最后为您请上的是赵振铎先生的得意门生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和李建华先生，掌声有请二位。唱的是真好听，嗯，可惜我师父都死了，听不见他这么美丽的声音了，啊，您，谢谢您，您站好，我给您鞠个躬。不是，因为您给我，您给我师父鞠躬了。这个建华老师的师父是唐杰忠先生，啊，那是我们外号都叫他唐爸爸，哎，这个人非常好，所以你给我师父鞠躬了。我呢给您鞠个躬啊，希望您见着唐先生的时候呢您替我们问好。哎，谢谢大家。刚才你给你师父鞠完躬怎么又回来了啊？你直接把好带过去不就完了吗？我是想留在那儿，结果你师父一说呢让我先回来看看你什么时候去。哦，这还得先定过去。这是说个笑话。嗯，感谢北京文联，感谢北京曲家协会，感谢在座的每一位父老乡亲啊，参加今天的这个二赵的相声晚会啊。我师父呢这张照片是22岁啊，赵老师是25岁啊，两个人珠联璧合，天生的一对。嗯啊，他们的艺术特点啊是清脆，魅力无穷。为什么清脆呢？我师父嗓子好啊，特别是贯口活说得更好。对啊，他生前最后一次教我一个绕口令，一般人说不了，我师父说得非常好。我给您学学怎么样？哦，好好好好。这个我师父有三个朋友，第一个朋友姓方，不是方清平，他叫方发奋。哦，方发奋。这个绕口令呢讲的是唇齿舌喉鼻。嗯，那么这绕口令把这些字儿都带进去了。第一个同学姓方叫方发奋，第二个同学姓傅叫傅飞凤，第三个同学姓费叫费福芬。三个人呢都是国棉三厂工作的，方发奋纺红混纺，费福芬纺粉混纺，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纺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，又一同去纺粉红混纺花混纺。到今天学的都不是那么好。我知道你师父是怎么死的了。怎么死的？累死的。这段多难呢、啊、太难了。嗯，所以他说完了之后就病了啊，后来就离开了我们。哦，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还真是学的没有我师父好。我师父嗓子也好啊、哦、他这个学这个叫卖，嗯嗯啊，这个卖菜大家都听过，侯宝林先生相声大师，嗯 嗯, 嗯啊，那个段子我师父是跟侯先生学的。哦、啊，吆喝出来好听，香菜辣青椒哎，勾葱嫩芹菜嘞，扁豆西红柿大海鲜那里二里香椿，萝卜嘞胡萝卜白萝卜小婴儿嫩水萝卜嘞，小白菜嘞嘛酸嘞好韭菜哎，好，嗯，学的不到位，那可以了，嗯，我。他最近呢我听了一个我师父最年轻的时候啊，20岁他有一个我的徒弟，刚才第一场那个王正那是我的徒弟啊，他找到了他师爷的一个卖布头啊、哦、这个卖布头呢这个我师父是拿手的啊，也教了我。嗯，我给您再学学怎么样。那再来来，这个卖布头是北京啊、嗯、啊，这就是一块布啊，嗯嗯，
嚯啊，这个卖布头在哪儿呢？在珠市口啊以南，天桥以北，中间有一个地名叫山涧口。山涧口，山涧口路东了有一条胡同叫布巷子，那是专门卖布头的，成匹的布扯成一块一块的，大的够一身，小的够一件，吆喝出来特别好听啊。北京布头啊，先拿一块是白的，这时间有限啊，咱们不说这白的，就说这是黑的，黑的吆喝不是黑的吆喝，是青的，哎，他来吆喝，这个学徒的给他帮腔，实际是在作秀，我给您简单的学一下，啊，学的不好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那布头啊，拿筷子是轻的啊，哎，腰花着买，哎了吧，你不要哪一装啊，是有来这么一装啊，这不装了装了，颜色大不相同，不一样而大呀，啊，那是个什么色儿啊，那种是个白呀，啊，这是个什么色儿啊，这种是个青啊，那青的就是黑呀，你说怎么那么黑呀，你说怎么那么黑呀，他气死了孟张飞呀，那不然黑李逵在那唐朝有位黑警逮不查呀，那不提这种黑呀，那么单提这种货，不知道各位知道了不知道了吧呀，那您要不知道啊，您够分电车到啊，您就买张票，这不定儿当儿来到了，那来的前门外你进了大石栏，那来的袁增祥到了瑞林祥，那个瑞增祥啊，瑞生祥啊，广生祥啊，颐和祥，来到了瑞福祥是八大姓啊，你来到这个地儿，那青的是黑，黑的就是青，哎，您看这块布头，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一份儿挨一份儿，一家挨一家，您看怎么样？不掉颜色，好，不掉色，白布，白布，白布不掉色。我再接着给您去啊，哎，你来的八大祥啊，你点着名儿要纯粹德国青啊，这不德国人儿，那不德国人民制造的这种布儿大呀，那要买一尺布啊，那总得四毛二，没有四毛二你也买不着啊，怎么紧密，怎么结实，怎么柔软，怎么媳妇儿，这么好儿的，你来到我这个摊儿，那要买四毛二交给您了，想谁爱买这小布头啊，零布块小伺候眼的碎布块了吧，那要买多少钱，你是站稳了脚步，我说说尺寸听了尖了吧，怎么样？好，相声这个学最吃功夫，我师父还有一段最拿手的相声叫山东二黄，是他是京剧唱的特别好啊，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头里也有这个学四省了，我们就不唱这个，还是我们哥俩好好的给您说一段相声，谢谢您的光临。哎，建华老师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这可不敢当，京京剧唱的也特别好，初学乍练。喜欢京剧？喜欢喜欢喜欢。喜欢传统戏？是传统戏现代戏，凡是京剧我都喜欢，都喜欢都行。现代戏行吗？行啊，有一出戏叫《红灯记》，听过吗？这我最拿手，最拿手。哎，我唱最好的是李玉和。嚯，开场上来是手提红灯四下看，嘿，这是第一个唱段。是啊，那我唱的好，大伙儿鼓鼓掌，让他来了怎么样？哎，得了，谢谢您，盛情难却。这吕和他是老生啊，是，我给您拍着板，老生啊，手提红灯，手提红灯，您听他唱的怎么样？表情相当好，您看，手提红灯四下看，上级派人到龙潭，时间约好七点半。等车就这就是方清平附体了。你说啊，应该让你唱啊，你说你唱着就对得起大伙吗？你对得起这二位死鬼吗？
不是你刚才这当当当当，你又学又唱的，你这不是我说我师父京剧唱的好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唱的好，让你学就这样，你大伙都听过这个京剧啊，啊，钱浩良、李和，手提红灯四下看。为了更正一下，我现在给您唱这段《手提红灯四下看》。嗯，哎，哦，谢谢。哎，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，啊，在哈尔滨，李和出来迎接一位交通员，接这个密电码，啊，拿着红灯，手提红灯四下看。由现在开始，我就是扮演李和了啊。李和是男的，男的，三十多岁，穿的是铁路的服装啊，戴着帽子，围着一个大围脖，啊，穿着是裤子还这样，瘦腿儿啊，现在开始，马上演唱《手提红灯四下看》。他这个你还唱不唱啊？不是介绍这个环境，你哪儿这么些毛病？你张嘴就唱的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啊！那我唱了，就唱就完了。手提红灯四下看，北满盘人到龙潭，时间约好7:30，等车就在这一半。咱俩这斗鸡呢。不是你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不说你会吗？你得叫我呀，我好往下唱啊。哦，得按剧情来。对对 对, 对，我得叫你啊。等车就在这一半。金斗，这斗哥，斗爷，斗斗。呸！什么乱七八糟？你得叫我老李。一切按剧情来。哎，我这是此时此刻就是叛徒王连举。对对对，这我明白。怎么样唱的？就京字京韵京白。哎哎，啊，嗯，应该说还是80分吧。啊，80分吧。八十分。其实我演到100分的不是李和，那是李奶奶。啊，这鼓掌的，谢谢。我鼓掌的，看过我的表演啊。您先这个李奶奶呢，我演的太好了。稍等一下，啊，我插播个问题啊，您是男的是女的？什么眼神啊？咱哥俩一个品种。哦，啊，咱哥俩一个品种。哎，这意思你也是男的？他我不是也是男的，他就是男的嘛。男的，啊，哎，大老爷们儿，对，挺着大肚子，哎，点了个大鼻子，我演梨去，演得了吗？你怎么会演不了？你少见多怪啊！你没看过呀？我在长安大学院，刚才鼓掌的肯定人看了。那天我去看戏的，原本呢是高一倩老师身体欠佳，现在的高老师已经故去了啊。当时呢演不了了，刘长宇老师说怎么办呢？金斗你来了怎么办？我说成啊，我李奶奶啊，我李奶奶，刘长宇老师，李铁梅，演出的，哎呀。那个场合啊，太感动人了，掌声不断呢，哭声不止啊，大人孩子一块儿哭啊，尤其那个孩子哭啊，是，看着怪难受。那么点的孩子哭，那不是感动的，那是饿了怎么办？吃奶啊。我哪有奶啊？啊啊，哎，你这个提醒太好了，我下月
下月我在这个北展演这个红灯记，我的李奶奶啊，这个到时候你去，你带着点奶，再有哭的你给人家，领个牛在那儿待着挤奶，哪孩子一哭你送，喝，孩子喝，他不哭了啊。这个大家如果想去看呢，我到时候欢迎你啊，连看我这李奶奶再喝牛奶啊。希望你帮我。北展什么时候？我估计是12月吧，或是元月1号都成。那可太遥远了啊，不如就今天，就在这儿，你就给我们反串这李奶奶怎么样？来吧，朋友，给他鼓鼓掌。你这个心理卫生差点，你认为我演不了？你让大家鼓掌，叫我演，我怎么演？我真能演，但是我今天演不了啊。为什么演不了？这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个对手戏，李奶奶得有李铁梅。你没有铁梅，你说你怎么办？这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演是不是？当然了，演不了啊。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不是有我呢吗？你演谁？铁梅。铁梅。嗯，您大伙儿看看，整个一铁锤啊。铁锤干嘛？李奶奶能这样？李铁梅18、19岁的大姑娘，你这人，我李奶奶，你这是唱戏吗？的化妆，化妆能折丑，那太能了。哦，这个海味吃的是鲜，模特看的是穿，人不捯饬不过关。像我这样的要捯饬出来，您再看怎么样？整个一天仙。哇、哦，有这把握吗？有，那太好了。那麻烦你化个妆，我化个妆、啊。你的李铁梅，我的李奶奶，当然我们得让大家见证一下。您觉得她像不像李铁梅？如果您像，您说像，我立刻反串李奶奶，好不好的吧？啊，化妆啊，她化妆，她一代替啊，主要是代替一下啊。人平衣马平安啊，这个化妆跟不化妆它不一样，您可以看一看，化出妆您看，李铁梅来了。这有点像偷地雷的那个啊，铁梅，铁梅，哎呀妈呀，我给你来一卧鱼儿。别，您卧槽吧，卧槽吧，卧槽。你呢？你站好了，我得问问啊。今天在座观众啊，这时间已经很晚了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您看行吗？人缘好，大家对我要求比较低。嗯，主要为了听您这李奶奶。对，李奶奶啊。由现在开始啊，一转弯就不是李金斗了、哎，就是李奶奶。好的，啊、你李铁梅啊，铁梅，开始，来吧。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？哎，这怎么说话呢？干嘛这么摇头尾巴晃的？这是做戏。我儿子李玉和叫人抓走了，我生气，气的。哦，这是气的，哎，气的，那你再生一回气吧，再转一回，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。他说他能唱李奶奶，我还不相信。你现在看他这颤颤巍巍这劲头啊，铁梅没准他还真能唱。这玩意儿你不知道，你说话呀，说什么话？我叫你呢。叫什么？铁梅啊。你叫我铁梅我能搭理你吗？我跟铁梅没关系。你扮演的谁？我扮演的是，这就开始了，马上就得入戏呀、啊、这是不是？那您再生回去吧。我都转三回了。铁梅，哎，好吧，这整个一傻小子呀。这个李铁梅17、18岁的大姑娘，细声细韵，啊，装嫩我成。铁梅，哎，你爹他好不好？哦，您问的是我爸爸呀，那可真是绝了，不贪赃，不受贿，不桑拿，不按摩，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，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。您说这样的爸爸上哪儿找去？嗨、哎。
你得说戏词儿。戏词儿怎么说？爹好，就俩字儿。哎，爹好，可是他不是你的亲爹呀。哦，假爸爸。这不成，老太太。起哄是怎么着？我还得您说什么呀，奶奶？啊，您说什么呀，奶奶？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。哎呀，奶奶，您是给撑糊涂了吧？你才撑糊涂了呢。那是气糊涂了啊，奶奶，您是给气糊涂了吧？没有啊，孩子，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呢。你姓陈，我姓李，你爹他姓张，大仓十七年风雨狂。怕谈一望，怕的是怕的是你又唱一遍，忘词儿了吧？李金斗忘词儿了？谁忘词儿了？没忘词儿，你往下唱啊！你的听着呀，啊，好吧，啊，来，铁梅，苏雄心，李大志，要和日寇算清账，那血债还要血来偿。蹦蹬仓，哇！你这是李奶奶，这是你爷爷，去你的吧！